克里米亚，黑海之滨，首府，克里米亚首府，最著名的海滨餐厅。看外面，黑海。今天吃的是黑海鱼，我吃了这份，王爷吃了这份。我吃哪份？没有，我对，我马上吃。还有牛肉。沙拉，前餐，最著名的包子，还有生鱼片，我吃了一个炸小鱼，贝壳类，再配上一杯美美的葡萄酒，望过去，看到鱼儿是怎样。